这里是台府。最近的话是，应该是国服的18周年，但是台服跟进之后是变成17周年。那么，他们这一次在命运当中新增了一个海外的周年庆活动，实际上是跟进国服的18周年。那它这个是一个拳击王，是一个很纯粹的拳击王活动。它打完之后是可以直接领那个命运的硬币，叫旋律币。对，就是里面有一些不速之客，然后去打里面的那些怪物。然后它的奖励是这样，就是参与4次、8次、12次会有一些点装，参加17次，因为它每天是一次，你参与完之后就是1直到23号，就会拿到一个称号，就是他们17周年的一个称号，就每天参加一次。这样子，Start！